接下来有请记忆赛道郭飞荣，伦敦大学学院语言学硕士。我的师傅是脑王。哪位脑王呢？陈志强。哦，小强。你们为什么要发出这种奇奇怪怪的声音？你咋了？他是我男朋友。吃瓜吃瓜。所以你们是在这个他就是在这个领域上，就是在记忆上，然后认识的吗？不是，我是认识他之后才接触记忆的。那其实并不是从小就接触这个领域。对，我接触不到一年。不到一年。对。那你也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，之后会有的。之后名师出高徒嘛。行，那我们祝你成功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记忆时间到。现场呢是有800多头牛，等这些牛的颜色都消失之后，那选手就需要快速而且准确地提取出其中3头牛的颜色信息，这对选手的记忆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。备战时间到，请选手整理记忆。各位选手请做好准备，每轮第一位提交答案的人并回答正确的选手将直接晋级，若答案错误则失去下一轮的答题机会，两轮抢答错误直接挑战失败。听我口令，3、2、1，比赛开始。1、2、3。这个人肯定跟你一样啊，在这里。那个牛，我甚至都看不清它长啥样。它那个屏幕很大，看的时候眼睛会花，如果一不留神就可能会看错。好几个选手都在提交，看谁先抢。第一位选手已提交答案，郭飞荣。好，郭飞荣第三个答案如果正确的话，他就是本轮率先晋级的选手。好，第三个正确答案是蓝色。来，郭飞荣，3、2、1。蓝色。哇，恭喜郭飞荣晋级。这么强啊。这个赛道其实是有很多各种冠军、世界纪录保持者啊。其实大家没有按照以往的战绩那样，说是第一人先出来，其实没有。飞荣反而是学习记忆时间最短的，对吧？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。是的。然后我首先先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。当然。有大师头衔的举手。啊？都有。就你没有啊？当然还包括我。这就是生涯的最荣耀的时刻，这太爽了，真是。我们会播放101个乱序的字母，它的摩斯电码。这101个，他要把101个顺序全写下来。对，但中间不能做笔记，就不能说我听一个就把先写一个，听一个写一个，我一定要全部听完之后，然后一次性把这101个给写下来。就没有什么规律的，不是说拼成了什么单词或者什么这种。对，随机的。这太难记了。你光让我记，我这都记不住。祝各位好运！听风者挑战即将开始。为什么其他人都闭着眼睛，就你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？听风者这个项目的难度在于不能边听边记，它的前一个字母的音波特别容易被后面的干扰。你要把听到的音转化成字母，所以就会比较有挑战性。因为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反应过来。答
棋开始。他们都写什么呢？这是填呢，一组一组填。哎，郭飞荣还是很快啊！快快！第一行，阿斯，这些不就是键盘上的字母顺序吗？哎呀，好厉害啊，这么快！它的正确率是100%，哎，非常的厉害。郭飞荣，你用的时间是2分26秒81，非常的棒啊！记忆赛道好多大师，好多的冠军，好多的头衔，反而接触时间最短的朋友脱颖而出，但是大家又心服口服。我特别期待接下来的比赛。飞荣他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断层式的第一，而且这两个项目很不同，前面那个是视觉的记忆，这个纯粹是听觉的记忆。希望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能够有更多的奇迹和惊喜出现。是无限扑克，将记忆扑克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推向一个新的巅峰。两位选手限时记忆若干张扑克，记忆完毕后，现场嘉宾随机将扑克进行两两位置兑换，随后选手再次观察扑克墙，在扑克墙中找出被对调的扑克。率先找出所有兑换扑克的选手挑战成功，若正确率一致，则用时短者获胜。请你们运用强大的记忆力，争分夺秒，全力以赴。我觉得无限扑克这个项目是比较有难度的，因为我们世界计量时标准是1小时14副，这个是17副半。选手请注意，备战开始，请记忆。记忆备战限时1小时。无限扑克可能对选手来说最大的难度是记忆量比较大，因为我们有908张扑克，在很有限的时间之内要把这些扑克和它的坐标要全部记住。他们平时在训练当中可能只有一个顺序，那现在呢，坐标的话其实就是有两个记忆点，那从这个数量和记忆点来说，对他们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嘉宾们为选手出题。首先请出的是尤嘉玲教授。你要弄比较难的，我觉得中间这个啊会稍微的难度高一些。其实我是觉得两个挨着，也许也是会有难度啊，就比如说灵性嘛，对。嘉宾第一张牌面已选择。嘉宾第二张牌面已选择。好，接下来请柯树翻转牌面。主持人尤嘉玲教授已出题完毕。好，谢谢。为啥那么快啊？这样他已经做了三道题了，所以我其实相当于做了一道题。啊！他为什么摁了？他为什么摁了？是醒了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你是怎么醒的？醒完了吗？有道题没写、啊、他没找到我呢。他就答了三题，他就我觉得其实大概率就是他的记忆的长度到了一个终点。对，他可能想的比较快的去拍下这个抢答器的话，那就会把这个压力给到我们飞荣。这个印度选手前面的不验算，对、啊、说明他基本能确认，很笃定的。现在对于飞荣而言就是时间充分的用满，行，明白了。
时间了，这次。哎，写了写了。中国选手已完成作答，比赛结束。现在比分来到了3-3。最后一题，如果郭飞荣没有答对，印度选手就会凭借用时更短取得胜利。郭飞荣在答最后要题的时候还是有犹豫的，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答对。郭飞荣，如果你这一题答案一样的，那么胜出。答案是1:26G 梅花剑，2号墙36G。对了，梅花 Q， 完全正确。好，我们郭飞荣4-3胜出。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假？You can have a much more time to go through again to check it. Why you didn't do it? I feel that up to where I memorize, up to there I did correct. I wrote correct. That's why I didn't teach it. I thought the last one should be the down there. That's why I left it. 他是因为他记不住，即便是花太多的时间，估计也得不了正确的答案。对。